你说你抽到什么？那等一下来看。欢迎来到夏季运动会。那个路西欧的表情耍花招。啊！比赛开始，不速之客到了。OK。差不多，一场胜。你们去吧。哦，对哈、哦，好像是零零要守。冰亮转大点。噔噔噔噔噔，哎呦！他们有个小分身在守门。大声点！啊，差一点。有听见吗？哦，零零守，零零守。哎呀，被拦截、哦。我爱死这首歌了。降球成功。真的。冰亮转大点。嘿，长球干，没中，差一点，我们两个人同时射门的速度不够快吗？闪开了，哟呼，有听见吗？进去！可是没有说谁的，因为他是滚进去的，没人知道是谁弄的，大家都有摸到一下，哇！换我守门了，哎、对，零零守而已。冲、！Go！ 等一下。哦，大声点！来进！哎，没有，那边有一个。不可能，他们守门员啊，他们不是。提高音量！都有守门员啊！哎，看他们真的有守门员啊！操，没在动吗？知道要用守门员策略啊，不然这个本来就要守门员的。这个没有守门员会玩得很好笑。哦，我爱死这首歌了！啊！音量转大！零零没有零零在，不速之客到了！哎，你没有救到球！我没有锤的弹起，我扯的说，傻眼。端，你看丢，然后我就锤了，弹起。他没有反应啊，锤到。给我一个命。零零玩露西欧应该还不会抓那个反应。换我守门吗？还是怎样？好，音量全开。里面有音量转大点。去。要挡嘞！有听见吗？大绝87%，不能再高了。提高音量，闪开了啊！我哎、欸，球一直在我身上，头上。提高音量，出去了！救球成功，救的太妙了。Andy，我在前面。啊！救球成功，绝招，这招被继续。Nice， 真准！哎，有一个有大哦，他一直在我里面。我知道他们的想法是什么，大家都很清楚啊。我知道。正常射门，正常射门，正常发挥。在那边。对，嗯。哈哈，一向全开。厉害。给我一个币，提高音量，全开。Andy，我们两个往前传，然后我们在门口用那一招。那我就先冲。嗨起来了吗 ？Andy，我在门口。有听见吗？救球成功，开始。给我一个币。没中。可恶。任务开始。Z， 进来。耶！哈哈，你的一球，漂亮，好哎、欸！他一个用这招守住，哦，然后 Andy 一个，咣！咦，没人在看，他们三个来不及，没人在看。Delays， 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该赢的还是会赢，好不好？凶啊！我勒个去！哎，不会吧？哎，没有，没有，怎么可能那么简单？嗨起来了吗？音量转大点！哎，吓死人了！哎，跳舞干什么？啊！球成功啊！来喽！球来了！还有！
好，没事，都没事，都没事，大家都没事啊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我还活着。大家都废话。哎呀！玲玲，有皮剑吗？喂喂喂喂喂喂喂！哦，啊，进去没有？没有，我没有刮，我没有刮。哦哦哦！哎，没动。哎，还好，没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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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吓死我！还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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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能不能得分都不敢啊？精彩重播！哎呀！哎呦！这么帅，还不错。干了什么好事？好，零零传球。对方守门员一个回传跳跃射门，咣！耶、yeah, ！很干脆嘛。咣！嗯，你要去忙了。嘿，对。最佳球员，升级了，拜拜。